看一下，小拳王，小拳王二就对了。你好像也打没多少就开了，六十二转，打六十二转就开了，那么爽。一转开始打，哦，看一下这台的演出。哦，刚才金色就对了。对啊，金色的，红色的，然后金色的，然后对，哎，有机会。好，四颗星，很好，很好。杀爆他！这样你应该打不到200枚吧？超过，超过。快200多个，这一台好像很少看到哎，对，我没看过这一台。过，哦，彩虹彩虹，帅帅帅帅，那个前级坏掉了，他把那个前级揪，南国揪，南国揪一下。彩虹，三元。继续喽。哦，看变大只哎，好漂亮哦！小钢珠就是这样，比较帅。顶波呢？小钢珠的画面蛮帅的。对啊，很帅。有时候为了要看他开牌，要花5000、8000、10000。而且重点是，恐怖爆爆两块就可以看得到东西，因为开牌，其他金牌3块就另外开。因为我之前有看过3000、4000转还没有开。有啊，我有看过3800转还没开，超恐怖。在龟里，先关机龟里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讲啊。在那个啊，我有看到。有啊，那台冻结也是有人没开，好扯哦，我们都傻眼。冻结不会开，小钢筋就是难开啊。2000出，不错不错。2000出还蛮多的。运气不错，打不到400枚就开了，刚好来拍一个影片分享。启动口4分，瞄准1分，又启动口。不错不错，怪我对小钢珠都没什么 feel。
为觉得小钢珠太恐怖了，很多讯号都不一定会开，要开的都不会开。刚好也很多台友叫我拍小钢珠分享一下。对啊，好奇怪，还有就是这样，什么仙界突破？哦，仙界突破就那几家，会那几家。哦，大家都很不错。这样不错哎。上这台好像 CP 值蛮高的，有的都开不到2000株嘛哦。对。开一支牌没2000株。看好多、哦。原来是仙界突破。哇，仙界突破结束，不错了。哎、欸，小杰，哦，又四颗星呢，快哦！感觉又过了。没有被红字，被死了，然后要换，就是说他今天趁机向正攻。对，因为他带两仙机啊，你又不能。复活两攻又过了，回家坐下去，杀到他，彩虹，哎、欸，闪过去，干，四颗星呢、欸，复活，四星被凹掉了，哎、欸。好像是我的过了吧？俩拱有怪声音。第二场，第二次过了啦。好机大上升，看起来就很猛。俩拱就很猛，看起来就是要俩拱。没有，那一局吧，过了吧？哦，马上过。解放了，是精致吗？精致的，他抓塞了，金震动了，金震动了，对啊，很爽，按那个很爽，有舒适感。过了，彩虹，嘉哥你要拉吗？给你了，帅，给你帅一下，等下我应该是拉的，我拉东西啊，双击，干，转翻，转翻。哇，好猛，好猛！那画面真的很超帅。哦，好大一个！我给你往下拉。超大一个！拉一下。彩虹。好彩虹的。我刚才好大圈哦，一直震。我抱蜥蜴去打，第一次流出血，第二次都是两次流出血。今天打到回家，果然是四颗星，让你回家种田。包包回去，包包都没穿穿呢。我刚才好帅哦，蛮帅的。这一段我直接进过去了，刚刚是阿布进的，阿布没有回来。包包都是滚哪里？四星的，就有2000多株了。真美，要四千美了，爽。2000株就1000美吧。那但是你看2000美还是？因为它是1:5的。可以是400，它这是1:5，1:5，它摆外面就是2000株就1000哦。对。啊，这边外面2000株才，也是1000，也是1000的，是1000的意思，只是它是一样的。因为这边是有原本地方多的，所以让它要少。啊。当然了。可以给他一手，来来来来，
专门帮他投的。但那火锅好扯，一直客满，一直人走了，一直进来，走了进来，走了进来，一直有人，大家都吃好软。好吃吧？吃蛮便宜的啦 ，CP 值蛮高。你下次可以带你老婆出去看。不会开了吧？干得！哎，没拍到啊，奇怪。先不要玩，先不要玩，先不要玩，我要拍，我要拍，我要拍，先不要玩。可怕。神韵，刚才他玩那台也开啊。我刚才是中音就对了。他每次都会突破的感觉。我们这个包装的，好了，先给你过。哎，好多颗哦，好多颗哦，对啊。他现在已经5700多株了，等于又开一只欧巴的株，很多都2000颗就没了，他还会再加，哎，这台 CP 值蛮高的。哦，加比刚才加更多，他应该是在土里面自己在加彩哦，啊，他现加竹子，哎呀，就加，这个 CP 值好高。看2600了，哇，2600上了，好猛好猛！一定要多3000块，然后就已经快6000块了。没有啊，他才2000啊，
因为这个下面是金婚啊，那上面是我们的那个香囊的，然后黄衣服。太猛了！你也拢当个正面啊！你转中，你才是当尾端。又是急转，又是急转阿弟，又是先不会啊！你要开那台要开。开多少台？三，我帮他开到了。干好多、哦，三千多颗了。可以啊，有没就是机会啊，有没就好了。没有，好猛啊、哦！哎呦，回去打扯。干，太扯了。开支牌可以那么多出？可以啊。但是他刚好抽到现界突破，然后有。正常小钢珠不会这种设计啊。装鬼的。师傅，在回避。哎，这个看起来就很难做。要回避。嘉哥的神之手。干，这样等于又开了一只大七耶，又开了一只七十七，太猛了吧这台，小拳王二就对了。那这台应该也很咬、哦，他那么会爆。有外部双七，然后还有。阿公那时候只有真有没有真真拳斗有，好乱啊！嘉哥要到你了，干又回避神功，太神了！表示啥眼？对啊，这个超多出的，没看过。输了啦，这不可能一直过的，这再过就扯了。哇，这样变三星了，有点危险。看一下会不会再过。四颗，哎，又变四颗升格，升格，干，太猛了。不会漏到半夜吧？红猪哦，红猪哦！哇，这次他正面先打，有点危险。红猪，危险，四星危险。哎，闪过去了！哎，换我打了。红四，瞬机大声。三四内九宫。哦，又跟刚才一样。红色的锁链，红色的锁链。哇，剩一次，这次没有解掉，剩一次。还是没有解锁，一样。回家种田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升格。五五是一千株吗？那不一定，大致看有没有升，看有没有升格。我应该有升格。哦，干，太爽了，哇！
万珠万珠，不用说啦，万珠撑啊，撑掉。多马斯，好猛哦，很帅。对啊，打破那限界吗？没有，在一开始是两千，后面不是两千。啊，就是啊，三双打野。好，慢走，再见。再见。哇，想再拿一点带进去玩呐、啊。拿一点红酒带进去走啊。三美就没关系呀、啊。哦好像正常是400枚，有的会让你抽红包什么的。我很久没换了。你也剪头发、哦？什么大家都剪头发？我也是想剪。我刚才是换一包啊。哇，这影片已经20几分了。好吧，那大概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大概就是这样，蛮帅的，感觉 CP 值蛮高的一台小钢珠，因为2000珠完之后还有机会什么限界突破，干又突破了，莫名其妙就突破了，舒服。所以你之前玩都没有开过牌？我之前在新汤姆熊双击没开，在外部双击。还、啊、你有玩这台算第二次玩？第二次玩，因为之前都没开，这次来就开。哎、欸，它限界突破也都加蛮多的。那这台不错哦，可以叫酷爸爸进这一台，大家赢爆。好的，3.19哦。319是最好的吗？还是多少？399会比较好，399比较容易，比较容易换出来。可是他这个一下子就换出来，运气不错哦，一打就换出。还你有用东西喝吗？你没有用一下。对啊，好饱。对，9000分钟还就来酒了。
哇，干，这超猛的。比大哥靠近的。输了。真的输了，2463。2463很猛了，又多那么多。三星，准备挂赛。准备挂赛。好，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。